你后天上不上班啊？一定要试啊，有一头要试。你在问我吗？啊。我后天不是周一吗？嗯。对呀，上班呀。嗯、我周一到周五上班。我打算这样，明天给你买个晚上的卧铺，然后嗯，睡一晚上就到了。对呀、可好像没有哎。有。我那天就查。北京票没有，郑州。从郑州到。好像是我去过北京一次，我就是。我知道是有车，但是好像没票。哦、抢吗？抢。哎，不好。票不然就得到火车站去买。不是，就是网上够不到，得到火车站去买。你就抢，啥？因为我一有票就抢。抢啥抢？不好抢。可以抢，我抢过好几回了。嗯。他有个时间段，有人。